小爱来饮料贩卖机这里买饮料了，把钱币先放进去吧。嘿，快看，这是一包什么呀？哎，这个饮料贩卖机里出现了一个日本的食玩，还有一个紫色的奇奇蛋。那咱们先来打开这个奇奇蛋吧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一个凯蒂猫的苹果味的饮料，这个饮料被包裹在了奇奇蛋里面。这个是手工冰淇淋糖果，咱们再一起来做一做这个食玩吧。哦，还送了我们哆啦 A 梦的不可思议杯。来看看是怎么制作呢？来看一下制作步骤。先来倒水，倒到这个线这里。然后再倒蓝色的粉包，哦，倒入以后看那个水变成了那个紫色。一股很甜的味道，越搅拌呢这个颜色越浅，然后也越来越浓稠了，然后再放入红色的粉包。先尝尝是什么味儿的，有点像那个碳酸的跳跳糖那个味儿。小猪佩奇也想在这个神奇的贩卖机这里试一下，看他能得到什么。把钱币放进去，哇，看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次也是两个。这次呢，得到的是一个跳跳虎的橙汁。还有一个，哦，原来呢，这个呢是猕猴桃水晶泥。啊，水晶泥，好 Q 啊！小猪佩奇来做一个面膜吧，营养丰富的猕猴桃可以给你美白哦。麋鹿娃娃也来买果汁，把钱放进去。按一下按钮，哎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大眼仔的爆米花，还有一个小猪佩奇的奶片糖，每次都不一样呢。来看看这个糖果味道怎么样呢？来打开看看，好吃吗？来尝一个吧，看这个上面是小猪佩奇的图案。
每一片糖果它的形状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神奇的果汁贩卖机呢，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小朋友们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